我叫杨登辉，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系项目的冠军。 The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is the most prestigious vocational skills contest in the world. Held every 2 years, it's hailed as the Skills Olympics. 数控系它是一个非常基础、非常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金属加工的一种方式。我们的手机的外壳啊，里面的一些部件，还有我们汽车轮毂、载人航天的这种这个火箭啊，里面的很多的。 After becoming world champion, Yang Denghui was offered several well-paid jobs, but he rejected them all and instead took up teaching. 当老师实际上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我所说的不好是指收入不好。选择读职业教育之后，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老师。当时我非常不听话，非常调皮，但他就很愿意去帮我去支持我，愿意把我从一个坏孩子。 不听话的孩子，把他拽回来，变成一个认真学习的孩子，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。当时是拯救了我，这对我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能来技工院校的孩子，家庭条件一般都不好，大部分70-80%都不好，都来自农村家庭，但他们通过技能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的。In his 6 years as a teacher, Yang Denghui has taught 2 world and 2 nationals champions. Many of his former students have found well-paid jobs. 啊，哪怕所有人都不会。 也可以问老师，老师会无私的把这个知识全部会告诉你们。我们是巴不得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掌握知识，不能说过上让父母过上很好的生活，但是他至少可以从普通的非常差的家庭变成普通的家庭，这点看到你是感觉特别，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吧。